台剧《想见你》当时播出引起广大回响，近期更将延续影集版的剧情，以电影版大荧幕重磅回归。引人注意的是，15日电影版也正式释出主视觉，其中柯佳嬿、徐光汉与施柏宇长大后的模样也正式曝光啦。当年也同步曝光李子维的预告，在预告中，李子维含情脉脉地注视着黄宇轩，上演浪漫的海边约会，更出现让人心跳漏拍的台词。说到在这无数交错循环的时空之中，每次我都会爱上你。内容预告者电影版的故事线将会是从两人在饮料店相遇相恋，但也将面临各种过去与未来的交错危机。预告一出也吸引不少观众直呼表示真的太期待了啦。